做一些暖身操，保持一下安全距离。两个人身高悬殊很大哦。喂，闪灯，什么时机太慢？我不是鼓手吗？怎么会时机太慢呢？跳跳跳跳跳跳跳！再多一点好不好？蓝色在哪里？我知道，闪身身上。好，好，好。小薇跟上，别上，小薇跟上，别上。谢谢第二名。我也是五号。一起来玩 Nintendo Switch。 哇，终于要开第三个盒子了！是什么呢？把第三个盒子打开吧！哇塞，心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游戏？ Nintendo Switch 运动。我手上这个游戏是 Everybody One Two Switch。 任务是，请将成员分成 L 和 R 队，由清风带领的 L 队。 对抗小薇带领的 R 队进行五战三胜的对决。耶！对，我们要怎么分队嘞？我先选，我要这一队加凯，我们要加凯。哎，你这样子会有 Edward 很厉害耶。其实说要选 Edward， 我是因为 Edward 才选加凯的，好不好？对，换你选一个。萱萱刚刚跟我说他很厉害，所以我选阿福。好，那换我，我再选阿狗。 阿狗手很快。那我有什么选择？我选心仪。 好，我们现在就从 Nintendo Switch 运动开始。Nintendo Switch 运动是适合阖家一起在家体验运动乐趣的游戏，它是 Wii 运动体感游戏的系列新作。透过挥动 Joy-Con 的直观操作，不管是男女老少都能轻松上手，在家能随时随地和家人一起轻松对战。 游戏中收录了击剑、保龄球、网球、羽毛球、高尔夫球、排球与足球共七种运动。随着运动种类的不同，最高能四人同时离线游玩。像是要跟家人组队，或是跟朋友一对一，在家就能开心动一动。我们与小朋友们将挑战的是能一对一对战的击剑，以及二对二对战的网球。 究竟哪一队可以在 Nintendo Switch 运动中赢得胸臆呢？清风的战将是我的战将是菲菲，菲菲出列。我们要讲究的是气势，你怎么这样笑呢？刚刚那么有气势，胸臂加油打气了，来，站多一点好吗？正，这样，这样邪恶的笑容，对，邪恶的笑容。接下来我们就派出我们最强的小炸弹，晨晨。 手掌打开，要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不要打到对方哦。好，先敬礼，互相敬礼，很好。过了，来挥一下，挥一下。哦，飞，你在挡哦，你要刺。先他挡，可以啊。飞，开始。快，准备，开始，开始，开始了。开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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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加油！准备，名字挥就好了，你可以的。是上下挥，上下挥。加油，加油，加油！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接下来我们要来玩网球。好哎，我们今天派出何氏父子。太好了，我左手让你们。不行，我觉得你太强了。我们现在没有在优势，你给我用右手。你们那就让我跟我儿子一起来吧。好，来来来，父子上场。家庭的啊，做做暖身操。先做一些暖身操，保持一下安全距离，好吗？这个很好，这个很好，暖身啊，暖身一下。这两个人身高悬殊很大哦，来来来喽，来，结合一下，你看，呼 ，OK， 杀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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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先赢一局就赢喽，开始，呼啊，杀球，呼，没关系，很棒，继续努力，再来发球，是换你接了，呼，打不到，喂。杀啊嘿来了耶耶哦 no 小薇啊我需要鼓励一下好换我了呵杀球呵耶什么时机太慢你不是鼓手吗不是我哎、欸、我不是鼓手吗怎么会时机太问题吗这是吊拍问题吗呵 go go 这就是休息一下很好
欧耶！哇，进了！出界！战鼓！我没有回答。好，来下一个。他以为是何简打。对，应该后。竟然是玄玄，很厉害。哎呀，哎呦！虽然我们这一次输了，不过刚刚我们有赢一次，现在是平手的状态。Yeah. 我们接下来用 Everybody One Two Switch 来分胜负。Everybody One Two Switch 是经典派对游戏 One Two Switch 的最新续作，包含许多简单好上手的多人对战小游戏，使用 Joy-Con 最多八人，使用智慧型手机的话，更可以最多支援100人同时进行对战。最适合在各种聚会上炒热气氛。所有玩家将被分为两组进行游戏，以总分一决高下。其中包含多种经典游戏，例如一二三木头人，以及快速尝试测验，还有眼力 bingo 等等。不管是谁都能轻松的游玩。准备好和我们和小朋友们一起来场热闹的派对了吗？好的，现在我们要来玩的是 Everybody One Two Switch 这个游戏，很特别。我们先看一下色彩猎人，看着手机上面有 Go， 寻找 Color 并且拍下来，寻找颜色并且拍下来，使用手机加入。请拍摄的是哪位？大家都加入喽。这是第一回合的摄影。找这个。先看看这个圈 Color 吧。开始去找四周的哦，跟这个上面一样的颜色的哦，一样的颜色。哎，弟弟，我们来找哪里有那个颜色？地上有吗？有点像，又有点不太像。黄色啊，这个。我 OK。这里我在那拍这个。儿子在那。爸爸，这里还有。三，我好像不太像哎。OK 了。好，我们看两队总共几分哦。才有排名，排名比较像。Oh my god！ 哦 ，Oh my god！ 我第二次。哇！好久了。对呀，接下来的工作也加油吧。第二个，接下来喽，来喽。哎，不要看电视哦。还有排名。找蓝色，找蓝色。蓝色在哪里？陈先生。小心，不要跌倒。我要拍你身上，橙子你别跑，橙子你别跑，找越好玩的越好。OK， 好，拍到了。我想拍你，我别跑。好，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对答案。还有一次，还有一次。哦，计时喽，计分喽。哦，Edward，你得到两分呢，可是两分，我跌倒了。你没有机会，有机会。哦，谁是第一名？我输了，我第二名。我也是我吧？我输了，我赢了。什么？总排。没有。哇，左边队好厉害哦！我的大头照很嚣张。最后一个了，加油！紫色茄子，紫色也太少了。最后是这个颜色，开始找茄子。我知道，开始。我知道。那茄子颜色呢？你找紫色，快点来，找紫色再拍照。那茄子真的太难了吧？太难了吧？哪里有紫色？我也很想知道哪里有紫色。完了。好，我拍好了。算吗？拍好了。雨轩长得不错。完了。那个很紫了。紫色会来。哎，好，我们来看看。哎呦，你拍得很好，超像。啊，我没有拍到哎，我也没拍到是零分吗？超少人哦，好了，零分队伍了，零分队伍。对，好像是哎，哎，我还可以有阿福，你拍什么？哎，你拍一样的，我陈真的好像，陈真是哪里啊？飞飞，什么？哇 ，L 队获胜 ，Hello UFO。赶快点加入哦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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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哦，起立吧！起立吧！配合节奏，传递祈祷吧！天哪，这是在干嘛？跟上我的动作！跟上我的动作 ！OK， 准备了，三二一，开始！呼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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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飞机来了，小薇跟上节奏，小薇跟上节奏。
学他。哦，哈，哦，哈，哦，哈，哈，耶！这个呢，刚刚我们已经怎么站都是平手，不行，我们一定要加赛，最后一局，不管怎么样，胜的就是胜。好 ，OK， 好，好来。加入 ，OK， 准备了，准备好了，准备开始了。我们要哈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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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果来了，快乐坚果来了，上下上下呼哈呼来了，哈呼哈上下呼哈呼哈呼，走了，为什么会退回去啊？好难哦，坚果怎么样？哈呼哈呼。难不难解啊？哇，好难！耶！哇，差一点点！哭哭哭哭哭！第一个好感是嘉凯，第一个最厉害是嘉凯，我果然很适合 UFO。太好玩了，鼓手节奏的游戏都不太行哎！恭喜青峰队获胜！哎，我觉得刚刚那个色彩猎人真的很好玩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还没到那个游戏。刚刚那个色彩猎人真的不错。晨晨是不是拍了一个很？晨晨那个好厉害。晨晨的紫色去哪里拍的？晨晨在这里。后面。这个吗？我也是拍这个。这个画。我也是拍这个。觉得最终站用那个 UFO 蛮有趣的。五号呼唤，你不觉得很好运动吗？而且你爸爸跟 UFO 很熟。对，他刚刚最后已经第一名哦，第一名。他竟然都要把我带走。大概是小薇的关系，大家可能。反正节奏有点稳。但我真的觉得这很适合一群人一起玩，不限于那种以前的手把，主要是小朋友喜欢了，而且是对着手机就可以对应。听说这个多可以经过那个家的人听到里面在呼喊。好，当然啦，虽然我们有输有赢，但是呢，非常贴心的任天堂还是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享受在游戏当中，所以他为我们大家每一家都准备了一个福袋，人人有奖，赞赞赞，谢谢，那我就全部带回家咯，大家都一家人是不是？天哪，没有小孩就可以独享呢。经过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同乐之后呢，真的觉得任天堂 Switch 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一起玩，而且有运动、有益智，还有互动，下次大家再一起玩好不好？好。